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月灯三昧经，当愿众生发菩提心，实践般若蜜，普度众生，回向所有三途苦，乃至排位有情，法会内外。个人身上各种冤亲债主、众生亡灵，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利用短短时间把，还是简单的讲一下。虽然看起来大家都很想睡觉，但是这是正常，所以。修行嘛，就是一种自我征服啊，所以朝了一个方向。第二个，菩萨境界有十种利益。当然，早上念完布施波罗蜜，现在讲的是持戒波罗蜜。那这个要看你站在动机什么地方啊。所以这里面讲了，菩萨境界有十种利益。第一，满足一切智。早上有说过了，持戒可以证得解脱啊，特别在二乘声闻缘觉，一定要持戒。第二，如佛所学而学，所以佛陀做什么，我们做什么。特别在大乘佛教，佛陀因地怎么修，怎么行波罗蜜。都会成为我们自己的学处，如佛所学。第三，智者不悔。所谓智者是，如果我们不守戒律，这些有了解佛法的人，甚至有智慧的人，他就会看到我们不圆满啊，甚至有分别心的人，可能还会批评我们。所以要站在别人的立场来看。第四，不退誓愿。我们为了成佛，戒是无上菩提本，所以当然更要大乘的誓愿是帮助众生。那既然帮助众生，你不可能去伤害到众生，所以当然要持戒。所以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守持戒律，不要去伤害到众生，叫不退誓愿。第五，安住于行。这个行叫菩萨行，所以用了菩提心来实践。那凡夫是无明言行，所以各位早上听了那么久，讲来讲去，反正就是讲实相啊，智慧如虚空，所以不分别一切。所以，当然我们要安住于这些啊。在利他的行为，就算有很多障碍，我们还要守了我们的戒律。第六，弃舍生死，生死是痛苦，所以持戒得升天，持戒得解脱，持戒得成佛。但是生死也是当下的心态，当下的心态如果是意识分别，马上就在轮回了。就像你会忘了这个身体，但是如果养，你就知道哦，我身体存在的。所以，当然我们就觉得有这个执着，我们才有这些感受。所以这些痛苦反而是提醒你，除了信因果，要想办法思维空性，乃至意念三宝，念佛，不可思议啊！汉传佛教再大的痛苦，跟我念佛。当下清凉，临终无障碍，不是光往生，平常的时候也是如此。第七，穆勒涅槃，持戒才可以证解脱。就像我们去做坏事，心里就怕；我们去做不去伤害别人，乃至做好事，内心就很平静。所以我们希望达到
当下的平静，未来的解脱。我们手持戒律，破戒心里就不安，就像我们贪污了就怕被警察抓。那我们学佛的人，警察才不恐怖，因果才恐怖啊！这个只能自己盯自己啊，不然的话，老实说，在这个社会，很多时间你可以造业。就像我们出家人，师父这个红包，拜托，给你哦，你帮我去做僧服，我就一定要写下来，嘿，珊珊写下来，这个不能搞错，啊。因为人家说要做僧服供养，你就不能拿去做别的，这个只有你自己。但是有些人没有关系了，放在一起了，反正无所谓，都是钱啊，供养三宝。但是这样就不如法了。所以这个因缘果报真的是百分之一百的。所以第八，如果能够这样得无常心，你就不会烦恼纠结啊，问心无愧的意思。所以当然了，就像玄奘法师，很多大师戒贤法师要往生之前很痛苦，他说我做错了吗啊？所以但是他还是安住，虽然痛苦祈求三宝，所以文殊观音普贤现前给他说，你没有错，但是因为你这样认真，累世的恶业消除啊。所以我们如果好好的持戒，就不会畏惧啊。第九，得殊胜的三昧等持，就是内心的极静也好，或是专心的念佛。我看到很多上师，我就看过他们入涅槃的过程，他们就是播着他自己所尊敬的根本上师的说法，他就坐在那边往生啊，这个就是因为他对他自己的师父有信心嘛，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在听法的过程，乃至没有呼吸，没有呼吸还不够，后面五天还继续，他们都说还没有出定，还在保持三昧的状态，所以要让自己有了戒，当然有定啊，所以小乘我们。讲戒跟禅定，大乘是把定，这个是变成一种三昧，慈悲三昧，保持这种状态，可以得到殊胜的三昧。第十，不乏信财。当然，我们守戒律就会有很多福报啊，所以包括信徒会对你大做供养，信心的福报。所以守戒有着十种利益。那各位一定要看大乘经，然后大乘的菩萨的戒律有这么多这么多条啊，我们都一一的了解，这不是很困难。第三，菩萨摩诃萨住于住，就是不离开，慈悲忍辱。所以为什么叫慈忍？就是说你不能说好，我忍，我以后要报复，那不行啊。所以这个慈忍，他完全无恨的，甚至还要感谢对方的，还要继续对对方好的。慈忍有十种利益，每个人都不希望后面这四条：火烧你、刀割你、毒伤害你、水淹死。也就是说，你会遭受这种不好的外在的这种伤害。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我们内心的层次，就像嗔恨下地狱哦，就你就住在地狱了，而且鬼神就会来伤害你。所以我们决定把慈忍当作我们的菩萨戒，所以就不会遭受这些痛苦。不然老实说，就是说像我们现在人都开车，砰，一个车祸，你仔细给他检讨一下，都是因为起心动念啊，然后呢，外在的就伤害就来了。第五，为非人所守护，你要是爱生气，魔就要障碍你；你要是修忍辱，这些非人包括天人护法，
护持你。第六，得身相庄严，相由心生，内心修慈悲忍辱，外表当然端正好看。所以各位要多看佛像，因为现在他们在尼泊尔做的佛像，你仔细看那个脸啊，都做得很特别，很庄严啊。然后看佛的像也会改变你的心态啊，所以让佛入心，因为佛的像都是累劫的菩提心的形象。那你要让自己习惯保持一个庄严，所以得身相庄严。第七，避诸恶道，修忍辱就不会堕落三恶道。第八，随其所乐，生于梵天。就像佛陀为了救人下地狱，然后呢，又为了救地狱的众生被打着头破掉，但是他安忍，马上由地狱升到梵天，啊，上帝的天乃至做上帝。所以你修忍辱，直接跳过欲界天，到的梵天，那个时间你算就是啊，第四层天就56亿了，第五、第六、第七、第八，一刹那的持忍，几百万劫的清净快乐，你要一直思维这个道理。所以下回我们修菩提心的人要想，爱发脾气的做一遍，做一遍啊，这样啊，为什么要提醒自己？我是属于脾气主的啊，会耍个性的，因为你不这样一直提醒自己或是被提醒，以我们大家爱面子这种立场实在很难弄，很难处理啊。第九，昼夜长安啊，如果脾气不好，不修慈悲，睡不好，早上起来精神也不好等等。第十，其身不离喜乐，少病少苦啊。那有些人一辈子都在痛苦，那边痛那边痛，反正这些都是因为令人不高兴，就不修忍辱，常有病苦，病得很厉害。因为我有一位师兄弟，我师父就经常跟他说，因为我们这些师兄没有被他骂过的，大概出不了家啊。出家以后个个要被他骂这样，但是他现在还在，但是他就是整天都在生病啊，我们大家也没办法劝他，因为连我师父都跟我说那没办法，就是没办法啊，他的个性。所以修持忍的人其身不离喜乐。第四，大家一起念好不好，眼睛睁开，嘴巴打开，好，开始。菩萨精进有十种利益：一，他不折福；二，得佛所摄；三，为非人所护；四，闻法不忘；五，未闻能闻；六，增长辩才；七，得三昧性；八，少病少恼；九，随所得食，食以能消；十，如优婆罗花，不同于厨。精进，你所知道的道理都要用在心里面，用在行为上实践，永不退转。精进也叫勤劳，所以佛陀说，所有佛陀的一切教法以不放逸而得成啊，你再好的教法，你不修不精进，没有用。所以佛陀最后的一教，精进求证，不管你要证的小菩提、中菩提、大菩提，声闻缘觉佛教小中大啊，你都要精进。所以如果能够如此，他就是包括外在的一切，包括魔障，就不能够折服你，你永远在
努力；第二，得佛所摄，诸佛欢喜。所以越精进呢，诸佛菩萨越加持我们，摄受我们。第三，为非人所护，所以诸天护法护持你。第四，这一点更重要，闻法不忘。所以各位都可以试试看啊，仁波切讲一节课，有人有抄笔记，有人没抄笔记。但是明天再叫你大概讲一下，你可能忘了。有些人还记得，因为他拿来观修，时时刻刻在观修。那在这一点，当然记忆有两种，记好的跟记不好的，有一种业障是专门记不好的。不好的忘不掉，好的一定忘掉，啊，很可怜的。所以，我想我们必须在佛法上面精进，让我们成为一个像阿难一样闻法不忘。所以，缅甸佛教之所以每一个比丘都很会讲经说法，叭叭叭叭叭叭叭，不用看稿了，包括跟格鲁派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背经典的，啊，这边背五道论，那边背八道人觉经，就像我刚开始出家，那时候道元长老交代下面的，因为我也在那边，结果全部人都在背，叭叭叭叭叭叭叭一直背，所以那后来这些有些出家了，出家有好处，他突然就想到哪一句就讲出来，这样，因为他们把这些寄诵经典重要的都背下来了，那这样对我们自己思维很好，就像牛吃草，可以再把它吐出来，慢慢慢慢咀嚼消化。所以各位能够背得更多最好，不然的话，至少你把这些寄诵经典或是哪一句善知识的法语很好，你随时拿出来看啊。嗔怒即入地狱，哦，小心。所以不善乱是成佛唯一的方法。所以那你要把这些寄诵记得很清楚，闻法不忘，我精进。第五，未闻能闻，没听过的你都有机会听闻到。那现在有很多佛书，这一句话该你懂的，奇怪，自然你就会翻到那一页，看到那一本书或别人送给你，这叫因缘不可思议。第六，增长辩才，这一点各位一定要发愿，做一个菩提心，想要利益众生，弘扬佛法，讲经说法，调伏众生，这是必要的，特别佛陀的这些口业可以讲一下三藏十二部经典，我们才有机会听闻佛法。所以做一个菩萨一定要守口业，而且要发愿，那自己才有一个很好的辩才。就像我们这次有很有福报，因为仁波切特别安排出家人，一般都是在家翻译，因为我们大部分是出家人，因为我们喇嘛多杰很忙的啊，但是他翻译出来呢都不会顿哪一句话，都好像一句很好的句子啊，让我们听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非常随喜功德。各位将来你也应该学习这个复讲或翻译，就像以前我是做正华长老的翻译，他讲中文，我翻成闽南语，啊，有时候还翻成中文，因为有些听不懂河南话，我师父的腔更重。那虽然他讲的是普通话，但是有些人就是听不懂，那你还要再翻一次啊。但对我帮助非常大，因为你不能加一个字，也不能少一个字，这是习惯。那我有一位师兄弟也很会翻译，我们听师父也不是这样讲，他就这样讲啊，因为他就很随便叭叭叭叭叭讲了，天哪，
那不给他翻译，他还很生气，对吧？那又没办法。所以，那这个你就要练习的，要很记忆力要好，又不能讲错话，又要讲重点。因为我师父虽然他不会讲闽南话，但是他会听哎，这才最困难的啊，会听哎，你不能随便讲，讲错嘿这样。所以各位，下回你真的要练习啊，就像各位现在在听经，听一遍，你可以用录音机自己用闽南语翻一遍，这有什么好处？它已经进入你的思维，不然你怎么翻出来？对你有帮助。就像我们在读诵经典一样，讲解经典一样。第七，菩萨精进得三昧性啊，三昧也是空性的意思，所以就保持跟佛的心态一样啊，可以得到这种三昧性。第八，少病少恼。所以对我来讲，很多人都问我说：“唐法师，你不累啊？天天这样跑不累啊？”我说：“我也不想要，但停下来就生病。”啊，我刚刚在上面又写了我自己身上三张牌位：中风的、车祸死的，还有一个烧死的，这样啊。但是，一停下来，我就你坐在台上没什么事，所以只能一直保持这种状态。我希望各位养成这个，因为我大概从小被逼，乃至出家以后也变成这样。因为很多事情，所以脑筋里面不想世间的事情，就想如何把这个事情做好，或是如何把这个佛好。回答好，或是就像我要讲这一章内容本身也很简单，但是大家都会，我们只不过互相提醒，所以你要去思维这里面的意思。所以人可以老，但是脑筋不要失智症，不要老，要保持在一个好的状态啊。第十，如优婆罗花不同于除，这怎么解释？因为这个优婆罗一开就非常的庄严，一精进一开就很漂亮。那除呢？除应该是不动的，就旧了。我是这样解释。所以精进的人就显现了庄严啊，不精进呢，那就如如就是旧旧了，在那边。翻过来，禅修第五，菩萨摩诃萨与禅相应有十种利益。这里面他翻译不是讲禅定波罗蜜，他讲与禅相应啊。禅就是实相，禅就是无我的智慧。那就像今天仁波切讲那么多啊，不是用各种的名词。那你要以空性、以圣义谛、以实相相应，这个叫禅。这里面写的不见得是打坐哦，打坐后面叫厌坐啊，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大乘佛教的禅是什么？不离大悲心，不离菩提心，不离空性的去行一切利他的事业，叫以禅相应。那当然，汉传佛教的禅，第一种叫你修的什么？唱赞，炉香乍热法，你要很融入。所以大乘佛教用很多的仪式，包括大家在礼拜啊、一起忏悔啊、参加法会啊等等，包括走路要怎么走，我们刚出家都被教得很厉害，可以安住仪式啊。所以修禅的人敲木鱼、走路、参加法会、顶礼跪拜，这些仪式都会很庄严。啊，那乃至在密乘里面，他们一起打手印，一起打法器，唱诵都要整齐很庄严，代表他心很定啊。这一点大家都认识法涛安妮。我觉得我看了很多，我不是特别的，因为
虽然他年纪轻哦，但是我觉得他禅修修得很好，所以他们在唱诵做什么都很专注，而且记忆力会非常好，啊、嗯，唱起来会好听，相好庄严，这个就是以禅相应，他比较容易安住一世啊、嗯。第二，行持境界。那既然大乘佛教不能生气，要修持忍，所以你就会安住在这种行持，去实践慈悲的境界，笑笑的，很欢喜啊，像弥勒菩萨一样。第三，无诸恼热，所以内心这个恼热就是内心乱了，着急恐怖。那以禅相应，当然内心里面极静平静。第四，守护诸根，啊，心里调伏好，眼神也好，讲话、走路都很庄严。第五，得无时喜乐，不用吃饭，也很平静，很快乐，啊，一般人是不吃饭会烦恼，会痛苦。但是禅修的人，他可以到七天、十八天、三十天，不用吃东西了，入定了啊，甚至食量很小。当然，两种，一种就是说自己安住在一个空性、很平静或清安；那另外一种是，像我刚刚讲，一天要吃六顿，是他要你在你的思想里面一直一直逼你开发。叫你把很多事情要想清楚、看清楚，要求你那个时候用的力气更多一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规定不能念佛，因为一酸一痛，然后离开主题，阿弥陀佛就轻松了，就轻松了啊。那时候规定不行，不是说这位法师不念佛，而是说现在在修这个，最后念佛回向可以。所以脑筋就逼得很紧了。第六，远离爱欲。打坐的人那种法喜哦，超过世间男女爱欲的百千万亿倍。各位试着这个道理啊，有些人还很喜欢吃，很喜欢穿，很喜欢男男女女、金钱，是因为他没有在内心里面享受这种法喜、啊。那内心有这种法喜，世间的这些爱欲根本没办法动摇他。因为对他来讲，爱欲是苦，所以禅修的人他是得到另外一种快乐法喜，思维空性，思维慈悲。就像你吃素的人，你给他丢个蒜头，他当然很痛苦啊，他不喜欢啊。但是吃荤的人没蒜头，说他吃不下去啊，心态改变，世界就改变了。第七，修禅不空。这什么意思？不空就是说，禅的利益你都可以得到，啊，禅修的利益太多了，可以得到。第八，解脱魔缄，就是没有这些，就像舍利弗入定，魔用铁锄敲他的头，结果魔这样一反弹，自己都裂掉了。舍利弗只是头痒痒，因为禅定如金山一样，如如不动。所以魔不能干扰。第九，安住佛境，特别是我们修大乘佛教，禅就是入念佛三昧。各位要经常练习这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是光念，从专一开始念，念到自己静了，开始在行阿弥陀佛的佛行四十八大愿，去度九品众生。四十八大愿去度九品众生，你要变成开始在利他了，啊。所以安住在这种空性大悲善巧，怎么样利益众生啊？叫安住佛的境界，乃是各位观想极乐世界怎么样的庄严，怎么样度众生，按照阿弥陀经啊，怎么样参访诸佛，你要进入这种状态。因为这个状态不是为我们自己，大乘佛教这个状态是要转移给众生啊，透过我们的悲心回向给众生。第十，解脱成熟，解脱是讲没贪嗔痴，成熟，
那是降伏妄念，所以与禅相应，得到这四种功德。第六，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有十种利益，那这一点就更接近目前早上讲的这些问题。所以般若波罗蜜它是从外相里面就看到它的本体，不管任何行为，所以叫行深般若波罗蜜啊，甚深微妙，看到真实相的智慧，所以是诸法空相。那你就要安住在，虽然外边显现一大堆一大堆，但是你都知道它的本体是虚幻平等无有分别，要练习习惯。那这个时候不容易生气，不容易起心动念，不容易退转，不容易伤心。为什么？因为你知道那些东西，那个东西是脆弱，因为你被境界影响会脆弱，高兴痛苦。那般若波罗蜜是了解万法的本体是无有分别的，那你要看到这个甚深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就产生什么？一，一切虚舍，不取思想，没有一样是真的，没一样是我的，所以一切都可以放下，包括身体。所以佛陀是用他的生命一切来证空性，来圆满慈悲啊，而且还没有执着我在布施，因为本来就不是我的，这个钱是大家的啊，身体是地水火风的，因为你已经看清楚了。所以各位最好经常做一个禅修，那天讲血液入到大海大水啊，肉体变成树枝土地众生吃的肉，所以你的呼吸变成空气这样啊，所以乃至呢太阳月亮变成眼睛一样都能融入了，这完全这里面，而且我们本来就来自于这个啊，离开地水火风我们不能存在。那要经常修这个，看到一切法存在的表象跟本体，我们叫体相用，本体是空性，相是男人女人或花，那怎么去用它？但用的时候没有分别，因为花也好人也好都是无分别的虚幻的，所以对你来讲，你就般若智慧最主要是对自我执嘛，所以你就没有什么是你的了，所以一切虚舍，不取思想，持戒不缺而不依戒，那你自然就不可能去伤害众生啊。但是呢，又没有一个我在持戒的想法，助于忍力而不助众生想，根本没有一个我在被爱被欺负，所以就会助于忍力，但是又不觉得有众生对我好对我不好，也没那个想法。第四，行于精进而离身心，就像一个轮子，这个油加很多，它已经就像我就买那个转经轮，一转一次可以转几千遍，我那个轮子做得很好啊，很灵感，但是呢却没有觉得自己在精进，所以离身心的造作，像我们现在觉得好累啊，对不对？做那么久，讲那么多，想那么多啊，还有一个我在这里面啊。但是如果你有了无我的思想，你比这个飞机如果飞起来那个可轻松了，对不对？我最喜欢看老鹰，我就随着空气在那边飘，一点压力都没有，一点也不费力啊。所以因为它已经入了空，所以那已经得到很自在。第五，修禅而无所住啊，禅有初禅、二禅、欲界禅、色界禅，但是菩萨还是保持在禅修，但是不是为了享受这个禅的禅定的欢喜。第六，魔王波旬不能扰乱，魔王波旬叫扰乱一个有我的人，有执着的人。那你已经完全没有我了，只剩下慈悲，他扰乱你什么？第七，以他圆润其心不动，因为你已经有这个叫见地了解
万法的真实相般若波罗蜜，那别人就不能干扰你。第八，能达生死海底啊，究竟解脱的意思，乃至无量生从哪里来啊，甚至看到自己的轮回吧。第九，于诸众生起真上悲，你越有我，你越同情众生啊，就像今天你本来肚子痛，现在不痛了，满医院都在急诊，哎呦，他们好可怜的，痛起来还真痛啊，因为你现在不痛了。以大乘的心态去修空性，跟以解脱道的心态去修空性，那是完全两回事。解脱道去修的空性是要离开众生，少事少业，入涅槃啊，来轮回真的是很无奈。大乘的空性是以大悲做禅定，然后再进入波罗波罗蜜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是要欢喜度众生啊，没有我，就像简单说，没地心引力了，对不对？随便你飞了，别人有地心引力，你没地心引力，你就可以像蜘蛛人这样跑来跑去，像超人这样飞来飞去。所以第十，不要声闻辟支佛道，所以你不会，因为大乘的波罗波罗蜜是不离众生的，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我就是山，我就是水，我就是蚂蚁，我就是地狱，法界都在我心里面。大乘的波罗波罗蜜是你的心融入在所有众生的心，你是一只蚂蚁，但是我的心已经进入你的生命，因为你的心里面有我，我的心，因为我跟你是合为一体的，叫波罗波罗蜜，无有分别，所以自然大慈大悲，不可能为自己而活，不可能证入解脱。所以我们要圆满真正的菩提心，当然要具足波罗波罗蜜，但是要具足波罗波罗蜜，不能够离开前面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而且以大乘的动机去修，这样你才能够圆满这个为了帮助众生的利他的悲愿才可以圆满。但是记住，千万不能为了这个所谓的空性实相圣义谛而花太多时间在上面一直琢磨，那你又会变成二乘思想去了啊！就琢磨老半天，我还没证得空性，所以我不要去度众生，了解吗？这不行。所以汉传佛教特别重在一切都在利他的当中完成，包括我现在在谈这个，我一定要用一个牌位放在我面前，一定要山河大地合为一体，要这样啊，父母为首，友情作要，不离悲心的去谈，免得又落入二乘。因为我们这个般若智慧，你想以众生合为一体，产生连结啊，就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所以你的所有痛苦变成是我的责任，我在不离悲心里面去完成这个，才不会落入学术研究啊，喜欢讨论这个东西，但是表现出来却非常的情绪化啊。那因为大乘的般若智慧是，当然各位可以多看经典，一个有般若智慧的行者，他应该表现什么威仪。第七，菩萨多闻，所以有了六波罗蜜以后，各位后面还是要我们要去做的。你既然是菩萨，你当然要多闻喽，你不然你怎么知道怎么帮助众生呢？大乘的经典都是在讲了帮助各种众生的方法，所以各位要多看经典。一，知烦恼之助，原来烦恼即菩提啊！你没烦恼，我还没有办法证得空性与悲心啊！所以不厌弃烦恼，多闻以后知道烦恼可以帮助你修行。第二，知清净住，那没烦恼的清净那也可以。所以对有般若智慧的人，进入多闻以后，烦恼也好，清净也好，对他都是一个助缘，叫顺缘逆缘，但是都是成就他的。第三，远离疑惑，所以各位要看经典，不然听他说，
就像最近有人问我说，师傅，有人跟我说哦，白天不能做甘露施食呢，要晚上做。我说那白天鬼跑哪里去了？白天就不饿了嘛。所以我说任何时间都要做，我们出家人一天做3次、做10次都在做，这是一个悲心嘛。因为众生永远都在，那是因为他没看经典。更有人在问这个施食在家不能做，那因为你没有看经典啊。所以我讲的是最简单的问题，所以各位一定要多闻，远离疑惑。特别我们出家人，干嘛让我们出家呢？就整天发菩提心以后，除了多修福报，日常生活要深入经的福慧双修，最后你才可以做菩萨，同理大众一切无碍。千不要忙于事物，也不要说那我不要做事，我整天看书啊，那你完全没福报，没有悲心，看的书也没有利益。为什么？硬邦邦不好吃的饭，了解吗？炒给人家菜没加油没加醋啊，硬邦邦。所以谈佛法要这里面要有丰富的内容啊。第四，做正直见，正见还要直见啊，不虚伪，那这叫如实之见。虽然我们讲话善巧方便，但是不离开真正的空性悲心啊，还是要永远抓住。第五，远离非道，非道叫外道啊。现在这个世间太多外道思想啊，附佛外道啊，讲的是他说他在讲佛法，但是讲来讲去呢，都是有违法。讲佛法，各位要注意啊，因果100%存在，但是因果的本体都是空性的、虚幻的。但是这一点一定要强调啊，不然的话，讲因果的时候善恶业，然后又没有讲到究竟解脱的方法，那这很多，因为我们没有多闻，所以各位对于三乘的教法，包括都要去，现在都写得很好，反正白话也很好。要，我还发觉有一种情况，就是只喜欢听法师讲、上师讲，自己不研究，那不行啊。因为就像仁波切，他一辈子的修行禅修，他。砰！他就讲名相了，后面你要自己去查的，因为这些名相，如果你没有这些基础，那有时候你听了老半天也是不差啥，反正就背了一些，那这些因为它只是给我们精华，它没办法给我们细说。那当然，佛学院如果你去读，它很多时间都在读名相，但是现在很方便，现在真的很方便，这个电脑的帮助。这些名相，你随时都可以看得见。第六，安住正路，菩提道啊，你不会走错路。第七，开甘露门，那你讲经说法，甘露就是让别人离开热闹苦恼，这个人得癌症，这个人心情不好，你可以给他讲甘露佛法。第八，敬佛菩提，那你就不会远佛菩提啊，知道你知道。看经典，了解为什么要成佛，怎么成佛。第九，与一切众生而作光明，那你有了波罗蜜的基础，又能够深入经藏，那你是众生的光明灯啊！众生都在黑暗苦海。第十，不畏恶道，因为你不可能堕落啊！你了解就不可能去造恶业。第八。菩萨摩诃萨行于法师有10种利益。那法师印经典啊，讲佛法、办正法的法会啊，现在各位还有媒体很方便，网络用佛法去布施，所以经常这样去做。而且现在也要麻烦各位告诉第二代、第三代，父母不要你赚很多钱啊。你学什么语文都好啊，翻译，那这把佛法多国语文现代化、电脑化，去对整个世界法界做布施啊。除了对人，
对恶鬼道、对地狱道、对动物道，我们都对天道都要给予法师。但是这个法师重点，当他排在后面，就是说你前面的菩提心跟空性的智慧很努力了，所以你后面做的法师就比较不会有问题，而不是说一下子就急于要做佛法的布施。特别很多男人很喜欢讲经说法，各位也看得到，这社会上自己录自己买时段这样。啊，某某老师，因为他也不是出家人，也不见得说出家人错，我或在家人讲错，我都有在听了，我都因为我们做电视，无论哪一个在台上讲的呢，我至少会听他一段，听完以后，哇，这个讲自己的话啊，他是希望别人认识他多于佛法啊，这个还是依人呢，凸显自己，因为他没有真正了解。所以，第一，做法师去舍恶事，那你自己了解，而且法师让别人光明离苦，所以你也不可能去做坏事。所以，而且不好的事情也不会找你，因为你目的让给别人光明快乐。第二，能做善事，怎么样可以帮助众生的方法？所以，法的布施，所以佛陀说。你跟人家讲说不要杀生，不要偷盗，就光这样讲，你生生世世长寿富贵，那就这样啊。因为你告诉很多人，你一个人修不算什么，但是大家都知道。第三，助善人法，所以你就可以安住。善人就是有善根的人，善良的人就永远在做这个事情。第四，净佛国土。所以将来往生净土，乃至这个世界，就像你劝人家念阿弥陀佛，那这个世界越来越多往生，乃至这个娑婆世界越来越净化，越多人懂佛法，大家就越不造业。所以现在他们有人问我说：“这个猪瘟怎么办？”这个没办法，如果人又很喜欢杀生吃肉。这是不光猪瘟了，后面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一波一波的痛苦。但是各位虽然知道痛苦，内心还是平静，只剩悲心，而不是起烦恼啊！不必安坐，赶扣也不能如此，因为这个是这个因缘果报，这个众生的共业，这个国家改变了，这个社会毁灭了，所以包括你的身体产生变化，你要很平静。所以老化也好，业报现前也好。所以你也不要太担忧，要以这样的去看一切。第五，去欲道场，道场就是解脱的意思，乃是菩提道场。所以我们经常做法的布施，自己可以解到离苦得乐，乃至成佛。第六，舍所爱事，你越劝人家佛法，佛法讲的是清净、布施等等，那你自己的执着会越来越少。啊，这一点特别卢旭长老，特别增华长老一直要求，要我们这些徒弟一定要转法轮，用尽各种方法。而且老和尚用了一种很痛苦，他说来台湾啊，可苦啦，没人听啊。早期台湾他们来的时候，日本时代刚过完，那时候根本没有出家人，对不对？那个时候是在家斋教，也没人听得懂佛法。在早期他们来很辛苦的啊，听课也没几个人了、啊，不要说供养啊，南部都要自己煮菜脯去卖啊，南部的比丘尼，不然你怎么生活呢？啊，自己用菜去卖啊，然后慢慢慢慢，因为透过这些大法师、老和尚的宣扬，佛教徒多了，大家懂得供养三宝啊，所以佛教就比较兴旺。第七，降伏烦恼。你越用法布施去帮助别人断烦恼，你自己当然容易断烦恼。第八，于诸众生施福德分，那你对所有众生都给予最大的福报啊！就像各位为什么要放生，为什么要施食，为什么要念佛？我们多去跟别人说，当然为了说你自己要体悟，
那我昨天教各位拿着牌位好好跟他说，慢慢练习啊。自己观修就在说法观修，我现在为大众所有众生即虚空法界讲心经，你就视为心经。来这把你把仁波切讲了一次，再复讲，对众生也对自己，一次两次三次，那以后就变成你的啊，自己就会安住在这种法的状态。第九，于诸众生修习慈心。你越爱对方，你的慈心越强啊，因为你就是希望对方快乐，你自己的慈心给众生快乐的心就越圆满。就像弥勒菩萨专讲菩提心啊，所以弥勒菩萨是慈心圆满。第十，见法得于喜乐，所以只要见法分两种，见到真理，见到空性啊，不离因果的空性，就非常你越讲法，自己越高兴。你自己讲一遍心经给众生听听，哎呀，太好了，太有法喜。所以，像我师父要我选择义理研究还是通俗弘法，义理研究当然要读到九年、十二年，还要出国留学，成为一个博士。然后呢，那时候他们叫我研究中观。后来我跟卢学长说：“师父，我这个人负责跑乡下。”那我师父说：“那你就把这几本看完，政治政见就可以去了。这样”啊，不要搞得太深，十八空讲的大家都不知道在讲什么啊。所以，但是没办法，你义理研究，你一定要把它剖析得很清楚。大家不喜欢听也要讲，所以我们这个还叫比较通俗的教化，但是至少政治政见。第九，菩萨摩诃萨安住于空，那当然这也是禅修的重点。但是永远我要记住啊，菩提禅修是不离开利他悲心菩提心去研究空性啊。很多人听了这些甚深的这些禅的道理、空性的道理以后啊，就一头钻进去啊，然后呢就舍弃众生了，然后变成格格不入，这一点要小心啊。大乘的空性是在利他的过程里面，在动中里面去练习空性，因为你不去动，你不去慈悲，你不去布施持戒忍辱，没办法的啊。所以你必须在这种状态去修，就像地藏王菩萨示现十地菩萨，他就是在地狱，在痛苦的众生里面，他去安住这个禅定三昧，事实上是他的愿啊。这是教我们学习的方法，自为度先度他。但是虽然做了很多事情，却不执着住于空，因无所住而生大悲心，得十种利益：一，住佛所住，佛就是啥？空性大悲啊，如来安住在如，却来去自如，千百亿化身，在广度众生，住佛所住。二，修禅无依。那虽然我们讲禅修，但是呢又不执着啊，因为讲空性是为了慈悲，空性是为了保护菩提心，保护利他的心，而不是执着在这个禅修。第三，不要一切受身，那你就不会说我要去哪里投胎，而是哪里需要我们就到哪里去度众生，因为对你来讲安住于空就已经在脱离生死的状态，那就是乘愿再来的菩萨，从西方极乐世界再来，叫安住于空。道家慈航，善巧方便，变男变女都没有问题啊。第四，一戒不取，这个很重要。很多人持了戒有戒慢，就说人家不持戒，那个戒不好。所以我师父常跟我说，千万啊不要开一个戒什么事哦，因为这样戒只是一个佛教的方便，戒跟禅定是佛教的方便，而不要定在戒律或禅愿，因为佛教的目的是慈悲啊，空性里面的慈悲，所以不能一直强调戒律。如果你强调的是空性的戒律，那没话讲，三昧业界菩提心，不然的话都会落入二乘。所以对持戒不执着，戒是为了圆满利益众生。第五，不谤贤圣，因为
你没有空性的人不知道对方是圣者啊，就像我这样济公，很多人会骂，但是有空性大慈悲，有观音菩萨示现，鸟巢禅师抓起鸽子就吃下去，这个是大悲心哦，因为他们是马上给他超度，所以但是如果你没有空性，你看不清楚贤圣在做的一些事情。第六，于一切众生住不为真。众生是有相的，但是本体也是空性，所以你就不会讨厌他伤害你或破坏别人，因为你不会讨厌你，因为他再怎么坏，乃是对你，他的本体跟你一样，啊，只是他没有看到那一点，他在戏论里面过生活，我们是安住在实相过生活，所以你就不会跟他，所以各位不要跟人家辩论太多啊。就是说，对方因缘成熟，过去也有宿缘，你可以跟他讲两句佛法，那个是累积了很多的因缘才可以的，而不是我现在懂就跟你说啊，没有因缘不要讲话，因为免得造成讲到你自己气死这样，然后再跟那边比战口战，弄得自己起心动念，造口业啊，因为有了空性，一般都有。一点点神通他心智吧，所以你就知道怎么去作业。第七，不得众生事，就是说这些众生的是是非非啊，烦恼的事情不会污染你。第八，因为你安住在空性，不然各位你度众生，现在被众生度走了啊，把信徒的烦恼拿到你晚上来烦恼。这个信徒供养你很多钱，他女儿要结婚，这个婚姻不好怎么办？然后你就是啊，怎么办？怎么办？对，你变成他的家人，啊，因为你污染到他了，所以这一点，因为你没有空性。第八，注意远离一切恶事，那自然的，因为了解空性是不离因果的，所以不可能去做任何的不好的事情，乃至不好的事情也不会来靠近你，就像这个。莲花不沾染世间啊，所以这些不会来，不会来干扰。老师说，你完全证了空性，这些冤亲债主一碰你，可能就超度了，这样子。所以，因为你变成一个解脱的身相，对他有利益。第八，不谤诸佛。那佛的境界，只有住于空性的人才知道。第十，摄取一切白净之法。所以你做的都是一种以空相应、以慈悲相应、成佛的方法，白净之法也叫波罗蜜等等。好，拍谁哦？就念到这边。但是各位，我想难读也要读，痛苦也要念啊。那有这么多大乘经典，我只是想尽办法互相提醒一下啊。那希望。大家都往这方面多一点精进，好，回家。生命电视台的存在，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让大众能够感受到。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